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349面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啊，第三行恭敬三宝，庆良其德也啊。三宝之德，数不能尽啊！《宝性论》里面的六义，已经为我们显示出来了。啊，奉者尊崇奉养，侍者臣事，奉侍者敬仰佛事也。这在古代，不是说说，实际上啊，都做到了。啊，佛法对老师更是尊重，世间法，诸位看看《礼记》，看看《论语》里面的记载，你就都明白了。啊，古时候，视身如父子啊。啊，教育，我们在讲习里面也跟诸位报告过，尧舜那个时代，4500年前，人民的生活，物质生活都没有问题了。啊，政治清明，中国古书里面讲的三皇之世，以道治国，五帝这就以德了。啊，也得了。到三王，三王是夏商周，以仁治国。春秋战国，讲义气，以义治国。秦统一了中国，15年亡国，汉取而代之。从汉一直到秦，是以礼治国。啊，这是古人所说的道德仁义礼。礼如果没有了，就天下大乱了。啊，这我们今天看到了，啊，礼没有了，无论用什么方法，治不了这个国家，社会永远不能够恢复安定和平。啊，如果要想安定和平的话，还得把礼找回来。
啊，找前面太高了，找不到了。啊，离找回来就管用。啊，也能做到天下大治。中国古圣先王用佛法的话来讲啊，他们心地清净啊，没有欲望，真正是无增无求啊！啊，念念呢人民的福祉。他没想自己，想人民啊！啊，人民足衣足食，物质生活满足了。如果没有教育，人跟禽兽就没有差别了。所以尧帝啊，正式在政府里面设立一个官员管教育啊，这个人尚书里头有写，史记里头也有写啊，名字叫齐啊，以齐为司徒，司徒就是管教育啊，徒是学生的啊，由他来管理教学啊，而且把这个位置呢放在中宰之下，中宰是宰相啊，像现在的国务院总理啊，教育这个部门呢摆在总理下面第一个位置啊，以后讲六部啊，教育部是排在第一啊，首相有事不能事事，就是他不能处理公务啊，这个教育部长代理。所以我们就了解了，哦，原来古代的政治一切都是为教育来服务，把教育摆在第一。所以社会大治啊，啊，国泰民安啊，啊，人民确确实实幸福美满。啊，现在的社会也完全反过来了，教育摆在最后，而且教育内容完全变质了，啊，把经济摆在第一，啊，这个事情孟子最反对啊，孟子距离我们2500年。孟子告诉梁惠王立是人之必争，人要互相争夺了，这个社会还得了吗？啊，所以他说上下交争利，其国为义也。现在整个世界，你看这个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不是把经济摆在第一？哪一个人不争利？
啊，现在是鼓励大家真理。这种不被鼓励，就全心全力的争了，这一鼓励还得了吗？啊，学校教育从幼稚园就叫竞争，社会怎么能不乱？灾难怎么能不起？啊，现在人不读圣贤书，啊，都以为现行的这种心态是政治正确，啊，是正当的行为，啊，古人所严格禁止的，现在就把它当作正当行为。古人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现在人全部都不要了。啊，说这些是老骨头，应该要丢掉。啊，那都是废话。啊，把古圣先贤的教诲，啊，真的看成糟粕。啊，外国的科学家告诉我，科学发达到极处的时候，人类就会毁灭。啊，现在看样子差不多了。啊，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地球上五六万年之前，科技也是非常发达。啊，亚特兰提斯沉到大西洋去了，也是个大灾难。啊，近代的科学家告诉我们，将来亚特兰提斯会浮起来。啊，亚特兰斯浮起来之后呢，欧洲就沉到海底去了。所以现在呢，也喜欢，哎，看亚特兰提斯可以浮起来，又害怕了，欧洲要沉下去。啊，在那个时候，也是科学发展到高程度的时候，人们不相信伦理道德了。唯利是图，啊，尽情的去享乐，享什么乐？五欲六尘，都想这些。啊，现前这个社会非常像这个相似亚特兰提斯那个末日。情景啊，很像啊。啊，所以这个原因根本的因素就是把教学疏忽了。啊，我们看这一段经文，感触很深呐。啊，下面说师，师者，教我以道者。啊，道是道理，宇宙人生有道理。啊，长者德行或者辈分年龄高于我者，这都是长者。
我们要知道尊敬的奉师师长啊，师是老师，长是长辈也。行安寺劝发菩提心文，这一段非常重要的揭露行安大师的菩提心文。若无世间师长，则不知礼义；若无处世师长，则不解佛法。父母生活扎根的教育是父母，而教育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四思之道啊，从小看到父母怎样对待他的父母啊，父母在家庭里面孝顺他的父母，母亲孝顺他的公婆，做出这个样子，这是教儿女的，这是人生教育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啊，妇女肩负起这个重任啊，相夫教子啊，你家里头有没有后代，全靠妇女。啊，现在人不了解，很多人误会，特别是知识分子啊，认为古代妇女在古代啊都被虐待，都被轻视，错了。你学中国的古礼你就明白了啊，丈夫能对妻子轻慢吗？他替你养育下一代呀，你能不感恩吗？你能不尊重吗？你的儿女是你祖宗的继承人呐，你能不尊重他吗？你能不照顾他吗？啊，你自己是父亲的继承人，你儿子是你的继承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啊，换一句话说，对自己的妻子不尊重，对自己儿女不尊重，那叫大不孝啊！你对不起你的父母，对不起你祖宗啊！这中国古礼上有啊。我们读了之后才晓得妇女在古时候得到的尊重啊，她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在历史上人家谈到周家周朝，周朝800年了，在中国历史上最长的，
大悲人的根基是谁造的？三位妇女，太姜、太任、太师。啊，三个妇女尽到他们应该尽到的责任，啊，他们教的孩子文王、武王、周公，啊，都是孔子心目当中的大圣人，啊，周家这三个母都有个太子，啊，太姜、太任、太师，啊，所以王后啊，丈夫称自己妻子为太太，太太这两个字太尊贵了。啊，那就是说，你看待你的妻子，要看待呀，像周朝，啊，太姜、太任、太姒，这圣人之母啊，要这样看待啊。他们生的小孩、教的小孩，都是大圣大贤。明人懂理，尊师重道，啊，这是父母教的，特别是母亲，啊，古人七岁上学，啊，小孩聪明伶俐的六岁就可以上学。上学是老师教啊，老师继续家庭教育啊。从前学校是家学，是大家庭制度啊，五代同堂不分家的啊，所以家庭子弟就非常之多啊，请老师在家里面开学堂啊，老师就借着母亲的责任，身心言教啊，啊，自己要做榜样给学生看。学生跟老师生活在一起，啊，七岁就跟不跟父母生活在，跟老师生活在一起，啊，老师负责教，啊，教什么呢？最重要是教伦理道德的教育。啊，不是叫你念书，那个念书是附带的。啊，念书是什么？念书是学术上的扎根。啊，只叫你念，不讲意思。啊，叫句读啊，叫你念，叫你背。啊，一天要背多少字？啊，上根人很聪明，记忆力很强。啊，标准呢是700字，一天要背700字。啊，怎么能够测量学生的程度呢？啊，让学生试一试。啊，你先
700字的这样的文章，叫他念，10遍就可以背诵，他就有这个能力。如果10遍背不下来呢，减少200字、500字。啊，这是中等程度的标准，500字。啊，也是10遍。10遍再背不下来的时候，再减300字。啊，300字背不下来，那就比较差的了，还可以背100字，背200字。啊，就是10遍你就能背熟，就能记住。背熟之后啊，老师督促你，看着你，背100遍，你就不会忘记。每天复习1遍。啊，你今天上课了，把昨天这个念的书的时候背一遍给老师听。啊，再上新的，是这样算法的。啊，学生的根性是从这个地方来定，所以每一个人的进度不相同，每个人学的课程也并不会不完全一样，进度也不相同。啊，真踏实啊！啊，背熟之后啊，你一生都不会忘记。啊，所以到80、90，你写文章、谈话，啊，引经据典，随口念来，不要去查资料啊，都背得很熟啊。啊，学生是这样训练出来的，老师当然也是这么训练出来的。啊，所以小学里头只管背诵。啊，从7岁到12岁。相当于现在小学6年了。啊，7岁到12岁。把该背的东西，有的时候是父母指定一些课程，有些是老师指定的课程。老师一定给父母商量，啊，叫你背哪些东西，啊，讲解是在大学，从前没有中学，叫太学，啊，你学得很好，13岁上太学。上太学的年龄是13岁到15岁。啊，上太学呢，老师会把你以前背过的这一些经典讲解给你听。啊，讲解的时候不用书本了，为什么都会背了？啊，老师啊，说的一句啊，若无世间四章，大家都背得很熟啊，都晓得在哪一部书第几页第几行都知道。哎，你要说中国人不懂科学是假的。啊，中国的古书刻这个版它是固定的，它没有标点符号。一行20个字。一面10行。啊，所以无论哪个地方刻书都是一样的。你说第几页第几行通通都是一样的。这是科学啊。啊，说句都是老师教的时候老师圈用红笔圈
啊，一句一句给你圈出来，一段呢，勾一勾，一段。啊，所以讲解的时候不要用书了，上太学没有那么沉重的书包啊。啊，六年天天背，一天背一点，一天背背一点呢，累积下来非常丰富啊！啊，我们这一代可怜呐，没有学过，大概是我们父母那一代就疏忽了，大概在我的曾祖父母。受过这个教育，啊，那么在你们这一代就是高祖父母了，所以中国传统教学啊，丢掉至少五代啊，今天人。啊，对于古籍这样的陌生，不能责怪他们。佛讲的话很公道，先人无知，不舍道德，无有愚者，孰怪也？啊，不能责怪现代人。现代人无论做什么样坏事，都应当原谅他。为什么呢？没有读过书啊，他不懂啊，没有智慧，他愚痴啊。不认识真妄邪正是非善恶，他不知道啊。啊，真叫迷惑颠倒啊，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你怎么可以怪他？啊，中国文化之衰，起源应该是慈禧太后。啊，慈禧太后对于古圣先贤不尊重，上行下效啊！啊，国家领导人不尊重啊，下面各个人就马虎了。啊，这个衰的起因呢，应该在此地啊。那么，慈禧太后距离我们现在200多年了。啊，清朝亡国之后，不再提传统文化了，要搞什么五四运动，搞新文化，打倒孔家店，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今天社会的动乱，这些人要不要负责任？啊，中国文化不复兴，这个社会永远不会和平。而且真的有亡国灭种之忧啊。国家不要了。我跑到外国去，能逃得掉吗？不学佛的人不知道，学佛的人知道，因果跑不掉啊。
你造的这么重的罪业，无论到哪个地方，你都活不了。夜因果报啊，丝毫不爽啊。太上感应篇头一句说，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跟着你，你没地方可逃。要想不受恶报，就不能造恶业。啊，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啊，若无世间四长，则不知离，这真。我到台湾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他把佛经哲学介绍给我，从前我们对佛教有很深的误会啊，认为它是宗教，它是迷信，认为他一无所取。啊，跟方老师之后，在哲学概论里面，啊，谈到了佛经哲学这个单元，他老人家讲得很详细啊。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这我从来没听说过。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只我这条路啊，之后没多久，同一年，啊，大概隔了半年，我认识张江老师，这是出世的老师，啊，他教我读释迦牟尼佛传记，认识释迦牟尼佛，很重要啊。我在台湾一个人，亲戚朋友都没有，无牵无挂了。张家大师劝我出家，所以出家是他替我选择的。啊，选择这个行业，啊，教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方老师在前告诉我的印象很深刻，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不是在社会上有地位，也不是有财富。啊，什么是最高享受呢？天天欢喜。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佛说的，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古人常讲的，君子有道不有品呐。落在哪里？落在道里头啊。
个东西与贫富贵贱毫不相干呐、啊！所以世出世间大圣大贤所传的是名利，你懂得道理，这个可贵啊！啊，我跟李老师学儒学佛。啊，跟张家大师佛法，张家大师奠定我的基础。啊，三年了，没有根不行啊！啊，那一生使命，佛法里面讲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啊，这一生干这个事业，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事业啊。对于世间法这个使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太平盛世从哪来的？从圣贤智慧学问经验当中来的。啊，等于说我们在佛法从张家大师这里接了棒，儒家从李老师那里接了棒，像接力赛跑一样啊！我这一程快跑完了，我这棒也交给底下一代啊，有没有人接？有。啊，借我的棒不少人呐！啊，很多我还没见过面，他们从光碟学的，从网络学的，从卫星上学的，真有成就啊！我们得这个信息，无量的欢喜啊！用卫星教学，是方东梅先生告诉我的啊。当年告诉我，我不敢想象了，这个耗费资金太大了，我们哪有这个福报，哪有这个力量？啊，没有想到信众当中有这些菩萨啊，他们来经营啊，软体由我们来供应啊，所有设施他们经营啊，我们不操心啊。用网络我们用了十几年，将近二十年了。用卫星03年元旦开始到现在九年了。啊，确确实实许许多多人啊，从卫星网络上我们天天在一起共修啊，法喜充满了
在现前，我们几乎可以办一个空中学校了。我相信顶多两年之后，我们用卫星跟网络，能教学的人，我估计大概有10个人。在家的人多，这些人他真敢，真学真敢，不但所学的东西很扎实，他有落实在生活上的经验，我说了很多年，今天社会虽然动乱，灾难频繁，如果能有10个老师、20个好老师，每一天用电视网络来教学，全世界人都能收看得到，这是电视节目里面一股清流啊，正法了。传统圣贤的教育，宗教教育的教育，每天24小时不断的播放，大家都知道这个电台，收看的人多了，人心慢慢的就转变了，就回头了，我们相信邪不胜正，我们相信人性本善，就是没有人教导，真有人来教导，社会恢复安定和平不是难事，过去我们在汤池小镇做的三年的实验，证明这个事情可以行得通，可以做得到。没有这3年实验呢，我们自己不敢有信心的。别人怀疑，我们自己也怀疑。通过这个实验成功，我们的疑虑完全没有了。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几个月前我真是天天都在祈求，唐太宗的群书之要，民国初年的国学之要，这两样东西绝版了，经过80多年的动乱，这东西还有吗？还能找得到吗？没想到，
好心的同修在网络上听到我说这两部书，真找到了啊，群书之要，我送给世界书局，请他印10000套啊，书已经印好了啊，4月份这10000套书就交货了啊，过去再印过去之药啊，我相信过去之药的版本会比这个群书之药印得更好啊，他有经验了，材料有了啊，谁去读了，谁发大菩提心，这个大菩提不是佛教里讲的菩提心，我借用这个名词，什么人真正发心，为往圣继绝学，你发心啊，把中国传统文化承担起来，这是圣贤事业，发这个心就是圣人，就是贤人啊，佛教里面发菩提心是把释迦牟尼佛的事业承传下来，延续给后世啊。你们看到了，夏莲居承担这个使命，把汇集无量寿经这个事业做成功了啊，前面有3个人做得不理想啊，宋朝的王龙书居士啊，清朝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啊，还有乾隆啊，乾隆时代彭继清居士啊，他做的是戒本不能算是山本啊，啊夏莲居居士这个事业得了啊，这是续佛慧命啊，正法救助啊啊，黄念老居士完成这部注解，不朽的事业啊，他们来到这世间干什么？就干这个。这一桩事情干完了，他走了。啊，我们有缘分的啊，在晚年的时候遇到了。这个注解刚刚完成不久，我们见了面碰头在那些年中，我每一年都会到北京去个1-2次啊，主要就是看黄念老啊，今天我们在一起将这个注解啊，详细深入来探讨啊，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工作是续佛慧命的啊，我们留完整的光碟在卫星播放，在网络传递啊，全球
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都在一起学习。我们希望一二年之后，我们这个教室要扩大，不是我们硬体设施的扩大，是我们的课程。最低的希望我们每天教学有八个小时的课程，有佛学，有儒学，有道学，还有宗教学。我们全心全力向这个目标去走。我们对社会，特别是这个灾难频繁的社会，做出一点真正的贡献。这是我们自己能力可以做得到的。学院真正把学校办起来，我们向国外聘请老师，请他们到这来教学，远程教学，我们的教师就摄影部。同步向全球播放。留下的光碟可以帮助各个地方。他们要采取我们这个方式，小地区的，或是用网络，或是用卫星都好。光碟我们提供啊。我们讲传统文化，讲大乘佛学，讲宗教教育，向全世界推广。这是好事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我们除了讲经教学之外，所有一些活动都不参加了。专心读书，每天读书四小时，讲堂四小时，这是方老师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所以对老师的恩德永远不忘啊，对护法的功德永远不忘啊。没有老师我们不知道方向，没有护法我们这条路非常艰难，走不通啊。真的要有人陪伴呢，要有人帮助啊。不知礼义，则同于异类。这就是古人讲的。人不懂得道德仁义礼，跟畜生有什么两样？不解佛法了，何以俗人？六道轮回的众生啊，
了解佛法可以帮助我们超越轮回。轮回是真的，不是假的。拓展我们生活的空间呢、不懂佛法，你生生世世你在六道轮回里面生活，搞这个东西、通达佛法之后，不但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啊，我们生活的空间变成什么？变法界虚空界是我们生活空间。学佛之后，这才了解，生命永恒不灭。世间人看到生命是身体，物质的身体有生命，灵性没有生命。身体不是我，灵性是我。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呢、不再这执着这个身是我了。不再执着这个小环境是我，所以我不是了。我都没有，哪有我所有的？你的心量都开了。真的像经上所说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你说你多自在，你多快乐。对老师的恩，决定不能忘掉啊！忘恩负义，不孝父母。果报都在三恶道。这些全都是事实。师长恩重啊，故应奉师。在古时候，老师的生活，学生照顾啊。老师年岁大了，家里面人丁要是少，顾不起用人呢、谁去付劳役呢？学生，由是弟子付其劳。我们读《论语》里面看到有记载的，孔夫子的学生都在身边照顾老师，现在社会不一样了，他连父母都不照顾，老师算什么？这些话李老师告诉我，所以李老师了不起，通情达理，对现在人的这个心态了解的太透彻了。他不要人照顾，95岁还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服，对，说明什么？健康啊！我要健康，我不需要人照顾，我自己能照顾自己。95岁那一年才有两个学生姐弟两个人发心照顾老师，我们大家要求老师接受老师才答应这两个人跟他住在一起。97岁他老人家走了他老人家本来可以不走啊，我们同学们估计老师至少能够活到123岁，
这很可能的嘛。为什么会速度那么快呢？给诸位说，事物中毒，这也是他老人家太大意了，我们不敢。他大意了，他是高明的医生，认为什么呢？这个中毒我可以用解药把它解掉。以前是遇到一次，真的他用解药解掉了，没事。大概过了将近一年，又遇到一次。真的是年岁太大了。可能工资多，也疲劳，这个时候你要送一碗面给他吃。这个面是面条，干面条，干面条一定都有防腐剂，肯定都有。如果这个干面条放的时间太久了，过期了，那就不能吃了。那我们佛门呢，过了期丢掉了造孽也要把它吃掉。这一吃的时候出了事情了。我到台中几次去看他，每一次去看他都嘱咐我吃东西要小心，不要到馆子吃东西。这个话至少对我讲了十遍，我印象特深了。他知道啊，馆子里面东西不干净的。你要到厨房看看，你就知道啊。提醒我。所以老师恩德太大。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不孝父母，你一个人能孝父母？大家都不尊重师长，你能尊重师长？你做出榜样给别人看，影响别人，这个功德太大了。四章恩重故应奉事，又密宗以恭敬上师为根本戒，显教里面是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密教里面是四皈依，他第一个是皈依上师，上师摆在第一。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没有上师，你怎么知道佛法僧三宝？你知道佛法僧三宝是上师教给你的。第一个要感恩老师。密教这个做法，如果我们到日本去参学，你能看到日本的佛教，日本佛教对于祖师的尊重超过佛陀，祖师殿很庄严，佛菩萨的殿是第二等。有道理，我怎么知道佛的老师介绍的？我们对于这个尊师重道，古时候中国比日本人强，现在
中国不如日本。我们不能不觉悟啊。又为一切供养功德中，供养上师最为甚。这是密教里说的。可见奉事师长是为修行要务。啊，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就讲了很多。孝亲尊师是仕途世间学问大根大本。啊，如果没有孝亲，没有尊师，啊，佛菩萨来教你没用，你得不到。能得到的是真正能体会。这是以前李老师常常告诉我们，啊，他说你看到宗门的语录，和尚是清教师啊，常常提到的，你会吗？这会吗是什么意思？你能体会言语文字当中的意思吗？就是开经偈讲上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来真实义你能体会吗？你能懂得吗？那才叫会呀。用什么方法去体会呢？真诚恭敬。所以印祖说，一分真诚恭敬你能体会一分，二分真诚恭敬你能体会二分，十分真诚恭敬你能体会十分，没有真诚恭敬你什么都体会不到。你在言语里都听不懂，你在文字上也看不懂。有真诚恭敬心的才能听到说言外之音呢。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悟处啊。读诵听教，没有悟处，那都不算数啊。那怎样才有悟处呢？那一定要清净心，清净心就是诚心。啊，你看曾国藩先生在《读书笔记》里头跟尘下了个定义，是什么是尘？一念不生是为尘。这曾国藩先生讲的，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尘。啊，起心动念胡思乱想，这哪叫的诚意没有了，你什么都得不到啊。所以悟一定是从三昧来的，三昧就是清净心。啊，这就讲到一门深入了，常识熏修。啊，一门深入是戒呀。常识熏修是定啊，啊，定能开慧，智慧开了，
所以一文千物啊，那叫会了啊！一经通，一切经都通了，那叫会了，你真会了。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忍和尚方丈室里面啊，听五祖讲《金刚经》，我们知道他不认识字，肯定不用经本讲《金刚经》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彻大悟，会了。后头要不要讲了？不要讲了，全通了啊！不但金刚经通了，他在逃难当中听无尽藏比丘尼念大涅槃经啊，他一听就懂啊。那个人在念，他在旁边听啊，等他念完之后，他把意思讲给他听，无尽藏比丘尼非常惊讶啊，解释的太好了，闻所未闻呢，捧着经本向他请教。能大师，我不认识字，你不要拿经本来给我。不认识字你怎么会懂得这么多？这个跟文字没有关系，他的心跟佛的心通了，没障碍了。佛所说的一切经他也没障碍了。啊，怎么通的？禅定通的。然后我们就晓得我们修学的枢纽在什么地方，就是在定。啊，定是修行人的枢纽，是修行人的一个中心。只要得定，他就可能开悟。啊，他要开悟，一切都明了，都通达。道理就在此地啊，你不能不知道啊。啊，然后你再晓得持戒是多重要。你不持戒你不能得定啊，持戒就守规矩啊，你才能得定啊，定能开慧，慧就把问题解决掉了。啊，所以奉师师长啊，是为修行要务啊。啊，师长的恩德永远不忘。日本人的佛教的祖庭，你进去看看啊，他们的祖师殿里面供奉着中国隋唐的这些大德，在中国看不到啊，在日本看到善导大师的像特别多，智者大师的像也特别多，这是日本人最尊敬的两个老师。又惠素云，此奉事师长中，含摄孝养父母之居，师者处事大本，父母世间福田，菩萨必须恭敬奉事。此说也有句，如观经云，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不要以为这经文上没有提到孝养父母，只提到奉事师长，啊，这里面决定有孝养父母，
啊，孝养父母是根啊，奉事师长是本啊，像一棵树一样啊，啊，树上面的主干，这就是本。啊，主干下面是根啊。啊，不孝养父母，不可能尊敬师长。啊，不孝父母而尊敬师长是假的，不是真的。人要知恩报恩啊，这个人才有福啊。不知恩不报恩，这人没有福报啊，自己在身，纵然是大富大贵，死了之后三途有份，后面这一句无有虚伪谄曲之心，虚者虚妄不实，伪者诈现假象，谄者令也，迎风仁义而图其言啊，皆常云之阿谀奉承也，曲者不直也，妄也邪也啊，这是字面上的解释，它与性德完全相违背啊，这是我们应该要远离的，不能有这个心，不能有这个念头啊，无有那就是通通放下了啊，我们的心要真实真诚啊，真就是不是假的，诚就不是虚伪的啊，虚妄就不实了嘛。菩提心是以真诚为体啊，它起作用有自受用跟他受用啊，自受用是清净平等正觉啊，他受用你怎么用什么样的心待别人啊，菩提心是大慈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慈悲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爱心啊，那么佛法为什么不用爱？在一般人心目当中，爱里头有情，有执着，有情执。慈悲是爱，慈悲是基于理智的智慧，不是情执，就是不是感情用事，它是真实智慧，真实智慧里面的爱就叫慈悲啊，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个爱呢才称之为爱啊，所以在相上讲是相同的，在根源上不一样，一个是出自自信，一个是出自阿赖耶啊，我们简单的讲，
理智的爱叫慈悲，慈悲里头带着有感情就叫做爱，这个大家就好懂。啊，所以这才晓得了。啊，佛法里头对于一切众生的爱，对一切众生的关怀、照顾、帮助，都是基于真实智慧。啊，它不是感情用事，所以它能够永恒不变呐、啊。爱会变呐、啊。啊，你看男女相爱结婚了，上午结婚下午就离婚了，这什么歪的儿戏嘛。啊，这种事情真有啊。啊，所以它不是真的。啊，如果说佛法里面是真的，永恒不变。啊，唯是假象，乍现假象，啊，不是真的。啊，禅眉我们一般讲八戒人，是看风使舵，啊，讨人欢喜，叫阿谀奉承。啊，屈委屈，啊，王也邪也，邪是不正的。啊，我们讲邪知邪见，邪说邪行，在屈里都有这个意思。啊，这些。都是违背心德的，这些心行都是在造恶业啊，这不是善业，在造恶业啊，恶业所感的是恶报啊，啊，所以无有虚伪，谄伪、谄曲。则心断之无过，现代科学家教给我们应付灾难，这个方法是叫我们改变心态，很有道理。啊，2012预言灾难来了，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应对？啊，他教给我们，弃恶扬善，这个里头，虚伪谄曲就是恶。啊，这一些心念一定要把它放下。啊，什么是善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是善。啊，师长两个字是两桩事情，要知道。师是老师，长是长辈。年龄比我大的，辈分比我高的，啊，德行、学问在我上的，都应当尊重啊，都应当诚实啊。
啊，这叫养善。盖邪归正，端正心态，你看，跟佛法讲的没有两样。啊，如净隐疏云，无有禅虚伪禅取之心，明理心果。过失的根源是心的过失。啊，也就是说，我们想错了，我们看错了。因为思想上错误，看法错误，才导致我们的言语行为的过失，我们做错了。这些错误感得的就是恶报，就是苦报。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间的苦，天灾人祸的苦，苦的根源必须要晓得，是我们自己错误的心理、错误的言行所感召得来的。包括现在人所讲的自然灾害不例外啊。科学家常常提醒我们，今天世界的社会摆在面前很多危机啊，一触即发啊，金融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水资源的危机，从哪来？是我们错误思想言行造出来的呀，不是这个地球上本来有的。啊，最可怕的是粮食危机跟水资源的危机。啊，人到了没东西吃了，没水喝了，怎么办？会发生吗？科学家不断在给我们提醒，因为大地被染污了啊，除了大家熟知的农药化肥以外，还有工业排出的一些废料，里面有很多对人体有严重伤害的物质，太多种了。啊，这些东西散布在大地，长出来的粮食里面含着油。啊，稻米。长期吃这种粮食，就得很多奇奇怪怪的病。这些病现在没有医药治疗。啊，我看了一篇报道，
叫痛痛病，全身骨头痛啊，夜晚不能睡觉，检查找不到病因，最后检查饮食啊，拿稻米去化化验，发现了啊，蔬菜里头有农药啊，所以土地被毒坏了，生长出来五谷杂粮通通带着毒素。无量寿经讲的饮苦食毒，在今天的社会，佛讲的一点都不错，我们确实是饮苦食毒啊。我们非常幸运的，能够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遇到大乘，遇到无量寿，遇到阿弥陀佛，比什么都幸运呢。如果真的觉悟了，真的明白了，我们这一生当中应当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真正觉悟的人，上上根人，那大灾难果然现前，我们有好地方去啊。移民到极乐世界，那这个不是死亡啊！你念佛功夫真成就了，说走就走。啊，给阿弥陀佛一个信息，佛就来接引你。我们这一动念头，我想去，佛就来了。啊，这个信息畅通无阻啊！啊，我们在这个世界，无论还有多少光阴，我们决定断恶修善。啊，决定着积功累德，这一句名号统统具足了。老实持名，心里头没有怀疑，没有杂念，声声佛号都是断恶，声声佛号都是修善，声声佛号都是积德，一样什么都做到了，圆圆满满呢。啊，真成功了！道理，这一部《无量寿经》讲得太透彻了。啊，我们这一生依这部经，依这句名号，问题就解决了，不能再干傻事了。我在这么多年来讲过很多经啊，在以前对于经宗有疑问，从第一次讲华严经之后啊，虽然没有讲圆满，也讲了一半啊，四十八十过头讲一半，对净土认识了，
以后讲的经虽然也不少，但是通通都讲的净土，全是倒归极乐。啊，我们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锲而不舍，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维摩经佛国平云，执心是菩萨净土。这心是菩提心之体，起心论里面讲的三心，执心、身心、大悲心。观经里面讲的三心，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我们把经论合起来看，意思就清楚了。执心就是至诚心。啊，至诚，真诚到极处啊。观经上讲，真诚到极处的心是菩提心的体，就是起心论讲的执心。啊，身心。古人注解：好善好德。啊，我讲这个身心呢，我就是直接用我们的经体。啊，身心呢，什么叫身心呢？清净心、平等心、觉心。清净、平等、觉是自受用的身心。啊，就是真诚心对待自己，就是清净、平等、觉。那清净平等就忘掉了，你就不是用真心对自己啊。真心对自己是清净平等就啊，真心对别人是一片慈悲呀。啊，知心是菩萨净土啊。赵公注云，这孙赵大师啊，他的《维摩经》注解：执心者，为智之无产，此心乃万恒之本也。菩萨六度万恒的根本就是执心，这执心是道场。知心是净土啊。啊，孙昭大师用智指无产。无产就是没有虚伪。没有邪曲。啊，所以用经题来讲呢，更容易明白。啊，如果我们真的啊发了菩提心了，发菩提心就是清净平等觉。啊，你的心恒常保持清净平等觉，念念不离阿弥陀佛。你想想看，你能跟阿弥陀佛
没有感应吗？跟阿弥陀佛有了感应，无论什么大灾大难现前了，与你毫不相干呐、你对这个世界苦难众生呢，有怜悯的心，自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灾难是一切众生造的业报。幸福众生三无差别，佛菩萨救不了，是你自己的业力变现的，不是别的。三界是假的，不是真的。永嘉正道歌上说的多好，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呐、六道是什么回事情？好比做梦，梦中境界啊，有六道。梦醒了之后，这境界就不见了。啊，这个世间人苦难受尽了，受尽了什么？他就觉悟了，他不想再受苦难了，他想回头了。这个时候语言成熟了，你来度他啊，你教他他能接受，你跟他讲他听得懂。佛菩萨帮助也对一切众生，观机摄教啊！机缘不成熟，你来没用处啊！你来错了啊！他不能接受，他不能相信，他还回报，那就加重他的罪业了。为什么要叫帮助他去谤佛谤法谤僧呢？这个仁慈就失掉了。不能接受的时候不要再提。他能接受一分给他讲一分。能接受两分讲两分。所以在今天我们遇到的大乘，什么第一了？无量寿第一。修什么法门第一了？阿弥阿弥陀佛第一。全得到了。你心里的忧虑、恐惧、不安、怀疑一扫干净了。你得大自在了，你得大安稳了。日常生活当中有方向，有目标。念念跟阿弥陀佛通了，就在一心，可不能有二意。二意就把你一心破坏了。一心最可贵。
说至心一处，无私不办。我今天至心一处，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决定满愿，决定成就啊！我们用这个心，今天修净土，今天就相应了。天天修净土，天天就相应。啊，在这个时间还有一些时日，随缘随分，自行化他。啊，自行实在就是化他，化他实在讲也就是自行，自他不二。啊，这个心就是今天我们所修行的根本。啊，赵公说的至直无禅之心为万恒之本，于智切要啊，未可获之啊，这话说的太重要了，太恳切了。啊，换一句话是，我们今天处事在人间，要用真心，不能有一丝毫虚伪。他用虚伪对我，正确，应该的。为什么？他是凡夫，他是六道众生啊。我今天也用虚伪的心对待他，那我不跟他一样了。那我们希求极乐世界没份呢，这去不了啊。啊，那我们现在要心里要有信心呢，要真的是这样想法，这想法是真的，不是假的。我是极乐世界的人，我是阿弥陀佛的弟子，我不是六道里面人。啊，六道里面再过去住几天就走了。这个决定不是虚妄的，决定是真实的。啊，今天我们学到此地。